话少说，论刚强，再表表好汉武二郎。武松他打了个箭步往外闯，乖乖，眼前的真事真不让，刀枪棍棒如林里，东西接口都堵上又不少，走手壶中装满了剑，剑上斜背着弓一张，雪地里一拉溜排开了三匹马，马脖子上边挂铃铛，孔家弟兄分左右，两个人横断两条枪，孔亮在马上连声嚷，徒弟们打死这个大哥不抵偿。当中间马上之人没兵器，他穿着一身长衣裳，武松瞪圆俩大眼，冲此人上下左右细打量，是他。哎呀，武松气得浑身抖啊，心里边像喝了红糖咸盐辣椒泡的黄连汤，那个滋味啊真难受啊。那位说了，他看见谁了这么难受？不是别人，正是人称及时雨的宋江。原来宋江前天刚刚经柴进的推荐来的白虎庄，做了孔氏弟兄的文墨先生。那位说了，武松和宋江是磕头的弟兄啊，也经常提起想念宋江啊，怎么今天见了面反倒恼了呢？你想啊，武松听说孔家弟兄如此对待乡里百姓，一看宋江与他们站在一块儿，能好受吗？心说宋江啊宋江，江湖上都叫你做及时雨，说你仗义疏财济困扶危是条好汉，没想到你和他俩掺和在一块儿啊，不但不管教他们，还帮着来打架，不由得屈枉上状。心说宋江，你算什么好汉呢？你算什么英雄啊？俺武松算瞎了眼了，怎么给你拜了人兄弟呢？你今天来了，好，也少着教训教训你吧。各位，要不说武松这个人物可爱，就可爱在这儿，即使讲义气够朋友，更可贵的是能分清是非。你走得正站得直是好朋友，要不干正经事儿，亲兄弟也绝不客气。当时宋江一看武松呢，哟，怎么这么面熟啊？他哪儿想到武松又成了配发性质了，只觉得好像在哪儿见过，心想别打糊涂仗，我得仔细看看，往两边一摆手，且慢，一提马缰绳就往前凑了过来。武松一看心里话，干什么？哦，打架你先上啊。你那两下子别人不知道我不知道吗？宋江，你不认别怪我不义，我先把你的马腿给你削断了，把你鼓捣到地下再说。擦擦擦，两把戒刀就抽出来了。坏了，他这一抽刀一晃神性，正干巧刮了一阵西北风，把武松气昧前发给吹起来了，前额上露出了那四个金字，配军武松。宋江眼多见呢，一看呀，是我那好兄弟武松，错不了了。他怎么变成头陀了？是了，多日来纷纷的传说我这好兄弟大脑快活林血溅鸳鸯楼，做下了惊天动地一番事业，这是为着躲避官府的缉拿改了状了。好，我兄弟也添了心计了，喜的宋江一咕噜从马上就掉下来了，喊了一声贤弟相杀我也。武松心说你少来片儿汤吧，噔，前面来的是哪个？贤弟，难道你认不出兄长我是宋江吗？姓宋的，我知道你是个真豪杰，想不到你徒有虚名在身上。这武松不住往下讲，闷坏了功名老宋江。我说贤弟，此话从何说起？我问你，白虎庄上何归干？哦，给孔家弟兄把先生当。哦，这么说他俩是你教的啊？对呀，不过还没教多少。武松说你还嫌不够啊？怪不得他俩敢如此乱胡行啊，背后的靠山是你宋江，即使于大命谁不知啊，谁还敢惹到你头上？宋江说贤弟，有话明着说，你别叫哥哥闷得慌，他们俩犯了什么错？你快对于兄我讲讲。武松说你是先生不知道吗？装什么葱蒜干巴讲。武松把所作所为说一遍，惊动了功名老宋江。我说贤弟呀，愚兄昨日刚到此庄，你所言之事我确实不知道，待我问过他俩断命真假，如果确有其事
看在他俩年轻，又加上柴进与他们是父辈之交，理当规劝其改过。如果不听劝，任凭先帝处置。耶，武松一听坏了，我错怪了三哥了，他是昨天才到的，这事他怎么知道啊？我先赔个礼儿。我还没等武松开口呢，宋江早已回转身去了。啊，二位公子，方才他所言之事可是真的？孔明回答，事儿是有呀。呸，一句话闹了宋三郎，你们俩自称自夸是好汉，办出事来不正当。孔亮，你今天挨了一顿打，是自作自受自遭殃。你要是听我两言劝，从今后改过迁非学善良。你要是不听我的劝，我这无限的从来不容这一桩。别看着那俩功夫好，在他跟前没用场。别看你带的人不少，架不住我兄弟来回一逛荡。何去何从随你们的便，也任凭我吴二兄弟那主张。那吴二，孔明忙问先生，他是哪个吴二？宋江就说，非别人，他就是景阳冈大虎的吴二郎。啊，俩兄弟一听是武松到，又惊又喜，又羞得慌。惊的是久闻大名金得见，喜的是大英雄来到了白虎庄，可就是初次见面丢了脸呢。你说肮脏不肮脏？千不冤万不冤，冤枉日办事不打枪。弟兄二人一甩手，当啷啷，雪地里扔下来两杆枪，翻身下马忙跪倒。二哥哥在上可安康，我二哥别生气，原俺俩办事太混账，从今后俺改过，改过定改过。到明天俺赔礼去找众老乡。武松一见心高兴，哎，二位兄弟快快请起，跪在地下我疼得慌。扶起了孔明和孔亮，又扭过头来拜宋江，都怪小弟太莽撞，错把兄长你冤枉。宋江连说好好好，好一个行侠仗义的吴天罡。简单说，弟兄们见面多么欢喜，白虎庄上拉家常。这武松一住就是三天整，第四天辞别了孔明、孔亮和宋江，去到直奔二龙山才引出段。英雄比武在山岗，武松大战花和尚。